看到镜头就明明是自己在录，然后还是会怪怪的。好，今年就比较少的表演，因为想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前阵子唱太多了，就都累了，想休息一阵子。然后，不过还是有再继续写歌。这首歌其实写完很久了，然后，一直在改，然后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改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版本，这样子。就唱吧。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很开心的过每一天。是啊，难过的、痛苦的，终究都快过去的。快乐的、温暖的，陪我唱着。忧郁的、恐惧的，终究都会散去的。开心的。勇敢的想着，就不怕了。时间总是拖得很久，不轻言也得说再见，想说。的话还在心里面，偶尔开始有点怀念，初次遇见你的季节，想着哭着，回忆那么甜。从前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我们都早已改变。但有些梦一直还在心里面。难过的、痛苦的，终究都会过去的。快乐的、温暖的，陪我唱着。有点怀念，初次遇见你的季节，想着哭着，回忆那么甜。从前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我们都早已改变，但有些梦一直还在心。逃避也非绝不可行，至少你曾经相信自己。难过的、痛苦的，
终究都快过去的，快乐的温暖的你我藏着，有意的恐惧的终究都快散去的，开心的勇敢的想着，就不怕了，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就是那个刚写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奇怪的词，就是在写歌的时候都会乱唱嘛，就找随便找点词，然后来先凑着。就是刚写的时候是这样，那时候是因为刚好我有个就有个皮卡镇的证明，然后他生了孩子，这样，然后写了这首歌。找爸爸，我是你的爸爸。因为他很期待自己的孩子叫自己爸爸，然后我就唱这个歌给孩子听，这样，然后最后面写出来就变成是一个这个样子。我发现我很擅长写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可能比起让大家听，然后鼓励大家，我想其实我是在鼓励我自己吧，就是一直写着这样的歌，告诉自己说，放弃是比容易，坚持容易，逃避呢也非绝不可行。但是，至少在哪一天我放弃了之后，我会想起曾经，我还是有很相信过自己，很努力的去拼过，去试过。这些话同样也送给正在努力的。烧烫伤的病患，就是其实我不是那么的对于集气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有感想，甚至我也觉得说可能我觉得比起集气应该还有更多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更努力，比如说你可以不是只动动的时候是按个赞或是留个言，你可以自己录个音，很简单，用手机录个音，然后送给你刚好就是这次有受难的然后最重要的朋友，让他去听你真心想说的话。因为在这个时代已经大家都用着电脑，很少人在讲话了，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可惜的。我们应该是要用真的陪伴，然后去陪伴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就也不要骂我，好吧？我很讨厌争吵跟吵架这件事情，但如果你们真的要骂，那你们也骂没关系，对。但是就是这是我的感想，希望大家就是，与其坐在电脑前面打字，不如真的花点时间写张卡片也好，去看看你所珍视的那个人，
不要再，好，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就大概这样吧。然后就这首歌送给自己，送给皮卡镇的镇民，送给所有今年的毕业生，还有这次受伤的人们。谢谢。